刚刚那个没有吧？刚才那一段不知道，不排除提告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游戏，对不起。伽马米亚最大了，伽马米亚干爹，欢迎寄信，工商，工商。每次看完恐怖片就很想大便，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是什么肠躁症吗？如果说科学的原因应该是这样吧，有可能就是你单纯想大便而已，我不知道。你要工商你要说啊，没有工商啦。白色彗星，感谢你的30块斗内，上班休息时间发下好了再看台，辛苦了，谢谢你的斗内，感谢感谢，上班也辛苦了，哇，上班到这么晚，真的是爆肝好兄弟。中间可以放个武装啊！哎、欸，对耶，欸、对对，谢谢你啊！忘记了，我是看迷片会肚子痛。哈，真的哦，好特别哦！大家的身体构造，看似小孩，没有没有，看似小孩我。那是隐藏的巨龙，没有，我只是想开车而已，没有啊，大家最大了，怎么看是小孩了？你才小孩，全家都小孩。呛人的话讲得特别小声。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我笑得不错哎、欸。都看什么影片？我都看那个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阿红 R E D K I 的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？我觉得那频道真的蛮优质的、啊，就是。各种这个实用的 GNN 啊，各种啊，在你扮演孤单的时候，他就会陪你一起飙车，就你身边的好朋友。对，我都看那个影片，我都看那个频道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看哪一个啊？自己的频道自己工商。没有人。那个工商我知道，来工商自己了。那个是不是车辆频道？哎、欸，卖车的。对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哎、欸。我这样子回想起来，真的呢。他怎么突然卖车给我？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啦。哎，如果你们最近要买车的，可以推荐这个频道给你们看啊，给你们的爸妈看，这样子卖车的好频道。感谢定文的75块抖内，为了年终累积，我多抖个我才30岁，去睡觉。小朋友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明明就高了，这个小朋友不能看，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是不是迷路的小红帽？迷路的小朋友，那你就要被阿红大野狼吃掉喽。没有，这一段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有点尴尬。现在已经从话剧社演技变到了格林童话演技，我会被格林童话集？没有我格林童话的意思是好的，充满刺激的、丰富的演技。我在称赞自己，对，没错，自己吹起来了。喂，你要罚多少罚款？我真的要被大家集了啊！不要再乱讲话了，不要再乱讲话了啊！真慈祥。那频道我推定好了，不要，大哥。嗯，汤啦，留下来啦。你退定很亏耶，这样你每个孤单的夜里怎么办？你就没有一个讲干话的朋友陪你，靠靠了耶。我是说陪你转租了耶，听起来是不是很亏？牙子风化珠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嘿，转一下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退订的朋友可能要等到夜晚孤单的时候才会想起我。这个频道是多么的好用，真的是。阿浩，这开车直接不演了，
直接这么正大的开出来，这样对吗？我喜欢。我的病就是看你的影片就变三十公分了。这是一种病吗？太大也是一种病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都有病，我们都有病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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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呐呐呐呐呐，自己哼歌哼起来。喂，等等，这个没有这个的。哎，开着，舒服。哎，我这个伤害应该也要够高才对啊，为什么刚才伤害打出来这么低？哎，奇怪了呢。好，又降下来，不错。艾莉亚简单到可以边开车边通关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我这部影片深层的含义，我就知道我这观众最懂了。就我没有讲的话，你们老观众都可以解读出来，真的很棒。就我开车是用心良苦，让大家从不一样的方面来体验，体现到这队有多轻松。我成功了，谢谢你们。哇！不愧我的观众都是深度资深玩家，行，你们最棒了。感谢 Ken 的 SGD 两块斗内，开车是会转懒的，转懒是什么？转边转边懒，听起来很像藤原拓海甩尾的感觉吗？